都行，因为你之后那个盘子是不是还要放其他东西？用小蛋糕吧，我觉得。对的，其实就是里面那种，然后后面要做的好是那种很酷酷酷酷的。什么？我说好的松饼是很软酷酷软酷酷。下次给你试试看，酒酿的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有买酒酿的。好。是那种糯米发的糯米，很软很软很软，有点那种。 已经这个糯米已经快变成酒精了，就是酒酿了。好的。 有什么值得去还可以的地方，人多一点点也能忍受的地方呢？ 做的好看，所以人气很高。那你看照片，就是确实做的很好看。嗯，哎，价格合适，价格就是适中了。嗯，适中。比喜茶还便宜那么一丢丢。对比喜茶便宜，我们去买冰激凌吧。哦，豆腐鸡。 香草，我也想我要蛋卷，香草还是焦糖？
太难了。OK，OK。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冰淇淋狂热爱好者的。OK。啊，它博美好可爱啊！就在泰迪，可以说泰迪。哎，你就住这附近吗？就是这附近，就公司附近。那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哦，就住人家来玩的是吗？对，就吃饭。好呀。嗯，没有。这个吗？不是，春酱。嗯，感觉有点接近了。我看看。啊，炸酱，对对，太准了。这个是300克，7到8人份，这一个，那我觉得还行。今天来跟我一起拆一个箱，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，向日葵等一些植物的种子，想把它种在我们的阳台上。
有还有土送过来，这个是土，看一下哦，生根粉。多菌灵，我猜是杀虫的吧。复合肥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他们送的，这个是送的养，哎，太可爱了吧，这是小工具，是比我的手掌还要小那么多，估计只能在很小的花盆上操作。我都忘了自己还买了葱哦，我买了含羞草，从小就很喜欢玩含羞草。这个是迷你向日葵的种子，这个是矮杆观赏葵的种子。我以为它会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瓜子很像，但其实这个种子比我想的要小很多，能看见吗？种子在种之前需要先泡一下水，所以我刚刚接了一点水。可怕，它为什么会掉色掉那么多？这水都变成紫黑色的了。来看我已经发芽的向日葵，我种下大概三天，在这里，这是它的芽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瓜子，这是它的芽。又比昨天长大很多了，还出了很多新芽，非常茂盛了的向日葵。等周末的时候把它移植到外面去。向日葵苗已经长得很高了，这个和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品种，所以高矮不一样。